好，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同修，我们大家请合掌啊。好，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南无阿弥陀佛。好，各位同修，今晚是我们要解的第40次学习，也就是说，这个自从上次的学习进入流通分以后了，我们要诀的学习呢，基本上就进入了尾声了。那么我们后面大概也就5次上下的讲座吧，我们这个要诀就圆满学习完毕了。那么在上次的学习里边，这个藕益大师在正式这个引导我们进入流通分之前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六方佛赞叹释迦世尊宣说净土法门，证明释迦世尊宣说净土法门这一切的事理因果等等都是真实不虚的啊。从这一段之前，就把它开始判为流通分，这个是与历代这些大祖师所判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与我们第八代祖师这个莲池大师所判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里这个藕益大师这个说明了为什么要在这里判流通分，从这里开始的原因。那么，首先，藕益大师提出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一个特别法门。那么，尤其是《阿弥陀经》这部经典，它是一部非常特殊的经典。在佛所说的3藏12部教典里边，是独当一面三藏十二部的教典里边是属于佛无问自说的经典里边最著名的一部，所以我们每次举12种说法方式的时候总是把《阿弥陀经》作为无问自说的代表性经典。那么本身净土法门就特殊，然后这部《阿弥陀经》呢，又是佛在弟子没有问题的情形下，自己坐在树下呢，娓娓道来，这个当然是坐在起源精舍，在精舍的讲堂里面为大众宣说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一切事理现象。这个当然也是释迦世尊观察到弟子的净土根基成熟了，所以特别拈出舍利弗以及像文殊菩萨这样的声闻和菩萨代表作为净土法门的当机。那么也就是说，这部《阿弥陀经》所摄的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以及菩萨众中是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所以处处所彰显，就这部法门。这个法门，这部经典，它的特殊和它的不可思议。那么，所以藕益大师的总结性言辞是：净土法门它是远收远超一切法门的，它是能够圆满的含摄释迦世尊一代十教这些58教这些3乘教法或者说84000法门它都可以把它包括在里边，那么不仅仅是包括在里边，甚至是可以超越、远超。
这种超越体现在哪里啊？体现在数与一切法门混同啊，但是恒与一切法门迥异啊。从断惑上面，从正位上面，从功夫上面来谈的话，和其他法门没有差别。但是要是从这个出离三界一生成佛谈得三不退圆超四土这样的境界义理啊，在佛所宣说的所有法门里面唯净土法门独居啊，这是唯一的法门。那像这样的法门如此的特殊，又是佛在无问自说的情形下向弟子们述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的种种现象，以及接引我们往生的种种事例，也告诉了我们在极乐世界为什么能够容易成佛。那这种种的详细的这些因果事例现象呢，如果说是不是佛亲眼所见，也不是他佛以他的无眼圆通，以他的全面的彻底的这种智慧，那么一般的菩萨呢是没有办法能够全面的把握的。所以偶益大师说，像这样的法门呢是佛境界了，佛境界所谈的是另外一种佛的境界上面的报身报土的相状。所以呢要流通啊，唯有佛与佛啊才能够开为淡道啊，唯有佛与佛才能够承担推广弘扬传播净土法门的重担重任。那么在述说这些经书以后啊，这个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下面六方佛赞叹的目的，就是因为后面六方佛赞叹正是由于六方佛了知极乐世界的四力因果现象，这也是六方佛亲眼所见，他们证明释迦世尊所说的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呢他们在他们的国土啊出广长舌相来证明释迦世尊所说的真实不虚。那么这些述说完毕以后呢，偶益大师开始为我们从东方世界开始啊，从东方世界开始呢，来逐一的告诉我们这六方诸佛在他们的佛刹，来证明如果说我们发愿求生极乐国土的话有不可思议的利益啊，这种利益呢都是释迦世尊在阿弥陀经里面前面所宣说过的。那么偶益大师呢在这些六方佛的注解要开始之前呢，总结性的为我们浓缩了五个方面的利益啊。他第一个举很我们得生净土以后呢，我们现前所能得到的利益是恒超三界，不需要护业断尽。第二个呢，到极乐国土啊，每土都恒居四土，特别是同居土、恒居上三土，它是不需要我们通过一个阶梯一个阶梯逐渐修正，而是跳跃式的、跨越式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持佛名号，在不需要这些禅观啦啊这些话头啊啊其他的方便。那么第四个呢，从时间的长短上面啊，通途法门的修学到成佛是需要多生多劫多年月的时间，净土法门我们所看到阿弥陀经里边所谈的
一期、二期、三期。那甚至啊，我们在观经里边看到啊，受持八关斋戒啊，一天一夜的功德都可以得中品僧了。那么第五个谈到我们持阿弥陀佛一佛名啊，就是为诸佛所护念，再也不需要去持其他的佛名了。这五个不可思议。而大师指出，这所有的不可思议啊，都是我们的导师阿弥陀佛他在因地他的愿行所成就。只要我们信愿执持名号，我们就可以把阿弥陀佛这一切果地上的功德全部领纳，全部接受，成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好，这个是我们上一次的学习的一些重点。那么我们今天来正式来看流通方里边，从东方世界开始，经文里边文字是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彼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好，我们先看这一段经文。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在翻译的过程中呢，他是随诵我们此方众生的习惯和我们的文化，所以呢，首先谈东方，东方世界。东方，这是相对于我们以娑婆世界为中心啊。这里我们注意，不是说娑婆世界是这个法界的中心或者宇宙的中心，而是说释迦世尊站在我们娑婆世界的立场上，从娑婆世界来出发，娑婆世界以东啊，这个概念要搞清楚。那么娑婆世界以东，我们知道从佛法的宇宙观来说，有无量无边的法界，有无量无边的佛刹，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东方世界无穷无尽。那么首先谈东方，那为什么不谈西方，谈北方？是东方是在华严里边谈的，这个东方是代表智慧的意思，东方是代表萌发的意思啊，智慧的萌发了啊。东方在我们这个华人文化里边也是代表冲天的意思啊。在易经里边呢，东方是属于震动的意思，所以把东方放在前面是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智慧为先导啊。这个其实我们在阿弥陀经里边前面已经有谈到过了，七菩提分择法觉知啊是排第一啊，选择法门，这个是这个是一切修学的根本了。如果说是我们法门选择不到，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所选的法门与我们根基不相应，或者甚至来说选了一个邪的法门，那么我们一生的法身慧命全部都浪费掉了。那么从东方代表智慧啊，东方也是代表啊舍利佛、文殊啊、文殊菩萨这些上首智慧第一的弟子，由东方所引起啊，继而到南西北方下上啊，也就是说这种智慧其实是贯穿始终的，那这种智慧是出离的智慧啊，是超越的智慧啊，是求成佛的智慧。那么东方在我们易经文化里边说，这个东方是属于这个卦象里边的震动啊，震卦。但是呢，在东方又安立一个佛叫阿处佛，阿处佛是不动的意思啊，
在震动的地方、动态的地方安立一个不动的佛。所以说，这从整个的佛啊，这种佛名的安立上面，它都有它甚深的意趣。那么我们的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也谈到这个现象啊，他说这个在动态的地方安立一个不动的佛，就告诉我们阿处佛他是不动的，但是安在一个动态的地方，他是告诉我们佛是动而常寂，寂而常动，就是我们说的照而常寂，寂而常照。它是一个动态的地方，但是它显出的像是宁静的，是不动的。虽然说表象上是不动的，但是当众生有需求的时候呢，它应众生所需啊，能够分身散影，千百亿世界去度化众生啊。所以在佛的概念当中，动与不动啊，其实都是相对的，是一体的，是不二的。那么阿处佛以为啊，说须弥相佛，这个须弥啊，须弥是妙高山啊，妙高的意思啊，须弥是梵文啊，翻译成我们华文就是妙高。妙是因为须弥山在佛所说的概念上面啊，这是我们这个一思天下，我们这四个世界的中心。那有些人说把它理解成是啊，我们地球上的啊喜马拉雅山啊，其实这是啊，如果说从我们地球上面你想安立一个中心的话啊，喜马拉雅山啊，也许是啊，也许也可以说不是，因为地球上它是圆的嘛，你在哪里安立一个中心都可以。那么在如果动态的啊，如果说再扩大一点，我们这四个世一思天下这四啊四个世界，那么须弥山是我们中心啊。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到现在也不知道须弥山在哪里。那么据佛所言啊，这个须弥山啊非常非常的高大啊，你可以尽我们的想象力去想象，它是四宝合成啊，四宝金银琉璃水晶所合成。所以呢，它显出它的妙啊，所以妙它就会放光嘛。再一个是由于它高度是高出这个众山之上啊，这个一思天下都是围绕须弥山在转啊，高出众山之上呢，所以它叫高啊。那么我们看须弥相佛啊，由此可以看出这尊佛所安立的名号是从它的比喻。比喻所立名，就他的身相像须弥山一样庄严，须弥山一样高大，像须弥山一样放光明，为九界所清净啊，为九界所清扬所赞叹啊，所以这个是须弥相佛。那么之后，东方又有一尊佛叫大须弥佛啊，又是须弥山啊，这是代表佛的德恨啊，他的德恨高广，无以为比喻呢，就以须弥山来比喻啊，就说明佛的德恨、佛的功德啊，大过须弥山。再来一宗啊，第四宗佛叫须弥光佛啊，这宗佛是以光明啊，以须弥山一样的光明来立名。那么前面我们也谈到说，这个四宝所成的须弥山啊，它是放光的。那么佛为什么放光呢？是因为佛清净，是因为佛它是智慧圆满，所以呢，它的光明呢，像须弥山一样，能够高超众山，能够普遍的照处法界众生啊，所以须弥光佛其实也是从比喻来立名。那么第五宗佛是妙音佛啊，
妙音佛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边也都已经谈到过。那么妙音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说是佛说法，它这种声音啊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圆融。佛一音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众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语言文化呢，能够听到自己所听到相应的佛法，然后呢，每一个众生听佛说法，都好像在听自己的本佛语言在宣说一样啊，所以呢，叫随类各得解，甚至呢，啊，这些有缘的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众生呢，他们听佛说法，听到的也是他们的语言，啊，这个不是他们自带翻译机呀，而是因为佛的功德加持力，他的这种音声有这样的穿透力和这样的功德力，能够侵入众生最深的佛性里面。那么第二个是佛的音声不可思议啊，不仅仅是他的音声的柔美啊，音声的智慧，而是听到佛说法的这种每一个众生，对佛所说的法呢，都有自己相应的随着自己的根基的摄受而得到的法义。简单的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大根基的上根立志的众生闻佛说法，他听到的是高妙的低地的佛法，那么浅根基的小根基的听闻到的是小乘的佛法，那或者是小法，那就每一个众生同样在同一个法会闻佛说法，但是呢，得到的利益啊，都是自己所需要所想得到的，那所以这个叫妙音佛，是从佛的音声来安立佛的名号。那么东方有无尽的虚空，有无尽的法界，有无尽的佛刹，有无尽的佛，都在他的刹土啊，这些佛东方诸佛以这五佛为代表啊，啊不是说只有五佛，而是无量无边的诸佛，以这五佛为代表呢，都出广长舌相。那这个是佛的众多不可思议殊胜相之一，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后面藕益大师有详细的解释，我们来看。说东方虚空不可尽，世界亦不可尽，世界不可尽，住世住佛亦不可尽，略举恒河沙耳。此等诸佛各出广长舌相，各出广长舌劝信此经，而众生犹不生信，顽迷极矣。常人三世不忘语，舌能治鼻，藏果头佛三大僧七劫不忘语，舌薄广长可敷面，今正大乘净土妙门，所以遍覆三千。那么首先这个藕益大师也是告诉我们，佛啊，这是释迦世宗以他的无眼圆明的佛眼所见啊，告诉我们东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东方这种宇宙之声啊，我们娑婆世界广东宇宙之声是深不可测啊，无法预知啊，这个虚空不可尽啊，就是说这种范围之广啊，是无法去与我们人类的智慧去猜测啊，去测量。那么世界亦不可尽啊，往东方看，这种各种各样的
世纪刹土啊，就是天上的星星，就像恒河里边的沙子一样。那么这种世纪，这种星球啊，是无以计数。那么往东方这些世纪里边啊，往东方看，在东方刹土度化众生这些祝福啊，也是无以计数。那说是六级恒河沙，以恒河沙来比喻，很都是小的范围。那其实天上的星星远比恒河的沙子要多了。说东方这么多的这些祝福啊，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祝福，都在出舌相，往常舌相来劝信此经啊，都出这种往常舌，这是佛啊，佛的住微妙相之一，来劝在自己国土的众生啊。其实来说，这些东方诸佛，乃至于其他的啊六方诸佛、十方诸佛，他在劝他们座下的众生要相信释迦世尊所说。其实反过来，通过释迦世尊的语言在告诉我们，那其实针对的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能够亲闻到净土法门的众生，要我们能够产生信心，能够生信，那这个信根一定要扎进去。那么这些诸佛都证明啊，出这么微妙不可思议殊胜相的证明，但是呢，众生又不生信啊，但是我们的根基太顽劣了啊，顽敏不化了。顽就是顽固的意思，固执己见的意思，自以为是的意思，自己又以为自己很厉害。敏就是黑暗的意思，愚痴嘛，愚痴就黑暗嘛，看不到光明嘛。所以呢，一切都是颠倒的嘛。那么众生不信，是因为我们本身这种顽敏不化啊，顽敏到了极处。那么偶一大师在补充说明说，这个一般的人呢，三世不忘语，舌能够潜到自己的鼻尖啊，这个自古以来有之啊，我也亲眼见到一位老和尚啊，他的舌头真的是伸出来能够潜到自己的鼻尖。所以那位老和尚舔自己的鼻尖的时候，我偷偷伸出自己的舌头舔了一下，我就很惭愧的又把舌头缩回去了。啊，我的舌头太短了，啊，就说明什么呢？打妄语打太多了。三世不打妄语，才能够潜到自己的鼻尖。这个藏教的果头佛，啊，这个藏就是三藏教，啊，我们说的小乘教，果头。这个果是正果的意思，头是到顶的意思，藏教的果头佛就是藏教的四果阿罗汉，小乘教的四果阿罗汉，他们见思断尽。那么说明他们在三大阿僧祇劫不曾妄语，他的舌头啊这种薄广啊，展开以后呢，可以覆盖他自己的整个面部。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东方所有的诸佛都在他的刹土啊，伸出这个大长舌头、大广舌头啊，展现这种瑞相。这是瑞相，不是来用来吓人的，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覆盖了。那我们说这个一四天下，我们这四大部洲，这是一个小世界，一千个我们这一四天下算一个中天世界，
一天隔着要中天世界算一个大天世界，也叫三天大天世界啊。那么以我们今天啊这个换成现代化的语言来说，至少就是一个太阳系。所以现在东方的诸佛都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把整个太阳系都覆盖了啊，那也就是把太阳都盖住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不要说是想把这个整个太阳系都覆盖住，如果有人伸出一个舌头来把一个新加坡这个小岛都覆盖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所以以这种人要干嘛呢？所以以这样的奇特的不可思议的瑞相要证明一桩事情。在他们证明之前呢，他们先要出舌相啊，出舌相是要告诉将要亲闻到这桩事情的人呢，先看到这东方诸佛啊，他们无量劫以来啊都是不打妄语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些经典里边，佛在宣说大乘不可思议经典的时候啊，《法华》也好，《楞严》也好，《华严》也好，那是显现不可思议的瑞相来印证啊，来衬托，说明这个法门它的奇特性啊，它的独特性。那么当这种六方诸佛啊，这里是东方诸佛开始以这种展现报身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以这样的瑞相是要告诉我法界众生啊，释迦世尊所说的是真实不虚的，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虚假信息在里面。好，我们看后面所证明的话是什么呢？说他们伸出了广长舌相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东方诸佛先出舌相啊，出这种奇特不可思议的瑞相，然后呢告诉座下的弟子以及法界的有缘众生了，说汝等众生应当相信释迦世尊所说的这部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是真实的。那么这里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是点出了这部阿弥陀经的全名啊，一共是16个字。称赞不可思议功德，称赞谁的不可思议功德呢？称赞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谁称赞呢？释迦佛、六方佛、无量诸佛来称赞。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告诉我们啊，这部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那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经典，在佛所说的无量经典里边啊，唯此一部，一切诸佛所护念。那么我们在观经里面就展现的更加详尽一点了，这净土经典是一切诸佛所护念，受持这部经典之人，念佛之人啊，是诸佛所护念啊，不是阿弥陀佛、释迦世尊两尊佛护念，而是十方无量诸佛护持护念念佛之人。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要得佛护念了，至少都是要同生性菩萨，最少啊，就是说要初住位啊，法身大士的水平啊，才会得佛护念啊，时时刻刻得佛耳提面命啊，得佛护持啊。那么要全面的得到佛护念了，在华严里边谈到，这都是要八地菩萨啊，无生法忍的菩萨才会得佛护念。而我们信愿执持阿弥陀佛名号，不仅能得阿弥陀佛护念，得释迦世尊护念。甚至能得十方诸佛护念，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净土法门的不可思议啊，所以说它是远远超出了这些大菩萨的可思议范围啊。唯佛与佛方能证智啊，唯有佛眼才能看得见有这桩事情啊。那么，藕益大师下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他说：“表里成成真，事实非谬也。”啊，这个成成真啊，说诚实言，就是说东方诸佛以他们的佛言所亲见啊，也是限量亲见，像释迦世尊限量亲见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事理因果现象一样。东方诸佛也是亲眼所见，然后呢，告诉座下弟子，释迦佛所说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谬误的啊，一点都没有差错。标出经题，流通之本啊，然后呢，说当信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说把这个《阿弥陀经》这部经的完整的题目啊。给他标出来了，那因为为什么要标出来呢？标出来这是要需要去流通的，不标出来的话，你就说哎，那不经那不经，没有名字不行。后面再补充说啊，世师诵此方好，略译经题，巧合持名妙行。鸠摩罗什大师送着我们华人呢、啊，偏好什么东西都好简啊，简化呢，所以呢，把经题略译叫《佛说阿弥陀经》。但是《佛说阿弥陀经》呢，正好啊，巧合啊，集得非常巧，非常妙。因为整部经典的核心啊，是信愿。支持名号，所以呢，罗什大师在经题就点出《佛说阿弥陀经》，让听闻道看到，那随缘见到的一看就已经与阿弥陀佛结缘。那不然，如果说是按完整的这个题目，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谁的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一切所护念？什么东西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谁的不可思议功德？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发愿了。所以呢，完整的题目和罗什大师所依啊，一个长一个短，但是呢，里边的义理是一致的。说藏师。一咏称赞净土佛摄受经，文有详略，义无增减。我们玄奘大师呢，对于原有的题目减掉了八个字，啊，十六个字变成了八个字，称赞净土佛，佛摄受经。谁称赞净土的佛呢？释迦世尊称赞，六方十方诸佛称赞，佛摄受，哪尊佛摄受呢？
阿弥陀佛，释迦世尊乃至十方无量诸佛摄受这部经典。那所以你看，这个文有强有略，义理上没有什么增减。好，我们详细来看下面的文字。好，舍利佛，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门光佛、大焰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这个说完东方以后，然后换一个方位，从我们娑婆世界为中心，再换一个方位说南方。那么南方当然也有无尽的刹土，有无尽的世界啊。南方的虚空呢，也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那么在这些刹土里边呢，也有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在度化众生。那么南方这些诸佛呢，也都在称扬赞叹这部阿弥陀经，也都在称扬赞叹释迦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也都在称扬赞叹证明极乐世界的真实存在。所以呢，这里举了五宗代表佛。南方寺首先日月灯佛，那么这尊佛呢从日月灯我们看都是发光的东西，那就是说什么会发光呢？智慧会发光所以呢，这尊佛是以真谛、俗谛和中谛这三智或者是三谛来立名。日这个日太阳呢是白天照白昼其实这个昼夜的概念也是我们为了区别而已，有了这样的概念我们真正来说哪有什么昼夜非得是地球转一下或者太阳转一下一边被挡住了，然后呢我们说没挡住的一边是白天，挡住的一边现在是黑夜这都是我们为了容易区分有这样的概念。那么这尊佛呢，也是随顺在他国土的众生，所以呢以日就是立名呢，这个日太阳是发光的、发热的，是孕育万物的。这表明什么呢？代表这种俗谛的方便善巧智慧，那让众生能够接受的方式。那么首先让众生得到利益得到欢喜月呢是晚上照亮的是清凉的，晚上呢是能够除黑暗的。那么什么能除黑暗呢？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真空的智慧能够除暗明所以呢以此呢以月呢来代表真实的智慧真谛。那么灯呢，灯是随意自在白天有时候天太暗要下雨了，这个阴得非常厉害，你也可以开灯进去屋子里边暗了，你也可以开灯，晚上也可以开灯不一定是受这个时间限制。那灯代表什么呢？灯代表自在的智慧。什么智慧最自在？中道实相的智慧最自在所以日月灯佛是代表真谛、俗谛和中谛这三谛圆融的智慧。明文光佛明文光这说明了这尊佛他的名声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名声普闻于十方。那么他名声普闻于十方，就像这个阳光普照一样所以叫明文光。大焰尖佛，
那这个是南方出现大圆尖佛，后面呢还有一年出现过两次。这个名字呢就是可能它的意义非同一般了所以这三尊佛在安立的时候呢都用了这个名字说明他这个对于他那方国土的众生呢这个大愿间他能够体现的这种四习坛的义理就非常的有力道非常的明显。那么大愿间这是从这个全地和实地全实或者是全智和实智这两种智慧来立名。这个焰焰是火焰的意思火焰什么样的火焰呢就是全巧方便的智慧和真实的智慧其实和这个前面这个台这个三智都是义理是一样的。那么间呢有荷担的意思担负众生的意思所以这是表明什么呢就是这种佛以这种恒心以毅力来担负众生横渡众生以他的全巧方便的智慧以及与真谛结合的智慧其实也都是中道圆融的智慧来烧众生的烦恼之心烦恼像木材一样那么大愿间佛以他的全十二智呢去烧众生的烦恼心开发以他国土众生的自信光明了当然不仅仅是他自己国土我们听闻到的这些众生呢也都是说明和这尊佛也结过缘的了那么下面一尊须弥灯佛须弥已经是第四次出现了须弥灯这是以须弥山为灯须弥为灯代表这个灯的高度照四天下那么灯也是表智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佛呢所立名字的时候一般都是选以智慧立名了就说明智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轮回就是没有智慧嘛没有正见嘛没有正见就是没有智慧嘛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智慧被我们自己的我执迷惑住了嘛这种真实的清净的智慧显发不出来我太大了我比天还大所以呢我们的智慧显发不出来那么以须弥为灯就说佛的智慧像须弥山一样在山顶照遍四天下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须弥灯王佛在维摩诘经里面谈到这个东方世界也有须弥灯王佛就说明这个须弥灯这个佛的名字也是very popular 这个很多这些菩萨在因地修学的时候以这个名字来立名或者说这尊佛成佛以后去度化众生以须弥灯这个名号安立了去方便接引众生那么最后一个是无量精进佛无量精进佛就说明这尊佛在因地他的行持是非常的精进非常的精进所以他是以因地的行持而立名那么我们众生的数量是无量无边不可计数的那么这尊佛就说明他在因地修学的时候非常的精进各种因行积累各种各样的功德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无疲无厌未尝休息这个叫无量精进佛说南方的这些如恒河沙恒河沙一样的这些诸佛了也在南方他的佛刹图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瑞相来证明，发出至诚恳切的语言告勉他座下的弟子，释迦世尊所说的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部阿弥陀经里边所陈述的这一切四理因果现象，极乐世界的一切是真实不虚的，希望他国土的众生呢，也对于净土法门生起信心，也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快速成佛。好，这个是南方。好，我们再看西方，舍利佛，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欲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这里是列出了西方世界啊，从娑婆世界往西，无量无边刹土中有代表性的七宗佛。那么他们呢，也在他的国土称扬赞叹释迦世尊所说的这部阿弥陀经的不可思议，所陈述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一切一切的不可思议。那么首先谈说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好，我们谈到西方，我们现在都很熟悉无量寿佛出现了。那么这个无量寿佛到底是另外一种无量寿佛呢，还是我们的导师阿弥陀佛呢？那么这里呢，偶益大师有注解啊，他说无量寿佛与弥陀同名，十方各方面同名诸佛无量也，然即是导师亦可，唯度众生不妨转载释迦如来所说。所以这个如果说大家理解成西方有另外一种阿弥陀佛，可以没问题啊，因为十方这个佛呢同名的很多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啊，这个法名相同的很多。我们在家很多这个弟子啊，在家弟子的这些皈依名啦、五戒名啦、菩萨戒名啦，同名的也很多啊，没有关系啊，以后你们成佛啊，也都同名。那么，如果说我们理解成是另外一种的阿弥陀佛，没问题。如果说是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我们导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现在所念的阿弥陀佛，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为什么呢？我一直说这个极乐世界呢，这一切的这些秘密啊，是释迦世尊用他的眼睛看见告诉我们的，不然我们不知道。那么也是释迦世尊劝我们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国土。那么现在阿弥陀佛从西方来反过来来证明来赞叹，再来告诉我们释迦世尊所说的是真实的，他真的在那边接应我们，极乐世界这一切真的是已经为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我们放心。那所以我们要这么啊这么去理解也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是需要深入的去思考。你看释迦世尊也有净土啊，他也有他的报土啊，这个世界是释迦世尊的化土啊，他化身八十年结束以后啊，他就跟我们说再见了。但他的报身他的报土也是永恒不灭的呀，
为什么释迦世尊不劝我们到他的报土去，反而劝我们到阿弥陀佛的报土？释迦世尊的报土也在西方了，西方无胜世界了，过我们娑婆世界42恒河沙世界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去思考，答案很明显，我们就再不复述了。那么无量寿佛后面是无量相佛啊，无量相，这尊佛是以相好庄严立名啊，无量相。那么一般我们谈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应化的佛了，有32相，有80毫啊，这个是转轮圣王的形象，就是我们这一世天下最殊胜最庄严的形象。那么佛示现是以他的相为相，所以说佛本身无相啊，随众生的号要，随众生的根基安立不同的形象。那么通教的佛，通大小乘，有84000相，那有84000随身好啊，已经比我们藏教的佛了，像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的佛了，庄严无量倍了。别教的佛，那是报身呐，啊，专门这些大菩萨们能够看得见的。那有刹成无量相了，刹成无量好了。圆教的佛啊，圆教的佛其实是佛的法身呢，那就是不可思议无量相好。那所以呢，我们众生能够看到见佛是什么样的形象，完全是我们自身的根基。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层次，见到的佛像就是什么样的佛像，是个一般的32相，还是84000相，还是无量相，还是不可思议无量相，那完全根据我们修正的层次不同，所见的佛像随着我们的层次不同而不同。所以这个无量相佛就说明这尊佛是以他的身相立名来广度众生。无量床佛啊，这个床是法床的意思啊，树立法床。那么床呢，建立正法床，它的目的是要破邪显正的，各种邪说了，只要正法竖起来以后啊，邪说邪知见啊就不会横行了，就不会呛害众生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为什么这种邪说横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知见啊，这种似是而非的知见，或者说是错误那么明显的知见依旧有市场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正法床竖不起来了。如果说是真正的正法床竖起来，正知见竖起来以后，邪说是没有市场的。那么无量床佛就说明他这种法床的力度是非常大，那他能够破除一切的邪见。大光佛，从名字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这尊佛呢又是以智慧来立名的，他证得一切种智，他的智断具足啊，他的智慧的光芒遍照法界了，接引摄受一切众生。大光大明佛，那么这尊佛呢也是以智慧立名啊，前面谈光，后面谈明，光是未显的，明是内照的。未显是度众生，内照是干嘛呢？断烦恼。那所以说，这种佛从他的立名来看呢，主要是破见思、破无明、破尘沙的一切惑业断尽。然后呢，他的光明
像搞日升空了，能够利益一切众生。那所以我们看，不管前面大光还是大明，它都是从一个面，那从一域啊，从一个角度切入，并不代表说是这尊佛只有内证的功夫或者未显的功夫。不管是从哪一个角度切入，那都具足我们上次所说的四悉檀的利益，那都是圆满的。宝相佛，这个宝相佛啊，和前面无量相佛一样啊，它也是从它的身相啊，从相状庄严相来立名啊，保有尊贵的意思啊。啊，所以宝相佛啊，就说明这尊佛呢，它成就以后啊，它的身相啊，非常的高显，非常的殊胜。这走到哪里，大家一看都显得非常的高贵啊，生好药心，生欢喜心，生敬仰心。那所以我们看到佛也是紫磨真金色身的啊，经里面带一点紫色啊，经里面最啊一种最好的颜色，看了以后呢，内心就充满欢喜和喜啊和敬仰啊，马上就能够有这种皈依投靠之心。那所以佛安立名号的方式不一样，也说明这尊佛度化众生的方式偏重于哪一个方面。净光佛啊，净光我们也看得出来了，从名字净极光通达了，烦恼净尽，智慧显现啊，然后呢它的光明就能够遍照了啊，光明能够遍照，就说明能够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西方无量无边刹土啊，也有这七尊佛做代表啊，也有做代表这七尊佛，他们也在他们的佛刹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以这种奇瑞啊，来证明释迦世尊所说阿弥陀经的不可思议，所说极乐世界这一切的不可思议是真实不虚的，也在劝勉他座下的弟子啊，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国土，到极乐国土快速的成佛。好，这个是西方世界。好，我们再来看北方。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蓝居佛、日僧佛、网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个北方也有无量无尽的虚空啊，也有无量无尽的世界啊，这些世界里边也有无量无尽的诸佛，那么也在对净土法门赞叹称扬不已啊，也在证明释迦世尊所说是真实不虚的。那么这里呢，举出了北方的五佛做代表，焰坚佛在南方出现过了，那么前面是大焰坚佛啊，这里是焰坚佛，少了一个大字啊。其实从他立名，我们看到立名的角度是一样，都是从全十二智立名，以真实的智慧、圆融的智慧来破除众生的烦恼，为众生指明出离的方向，这是焰坚佛。最胜音佛啊，我们看这尊佛呢是以音声立名。最胜音，什么最胜音呢？梵音最胜。为什么最胜呢？最清净。所以佛说法，我们说它有八音，有四变的啊，非常的柔美啊，非常的铿锵
啊，深度非常的广啊，倾倒以后呢，就像这种甘泉的泉水流入了我们的心田了，非常喜欢听。啊，我们喜欢听一个东西，就是啊，这个听到这个声耳流了啊，这个一遍又一遍听啊。佛说法，它这音声，这都是无量劫积功累德的行持啊，所以呢，它音声是非常的美妙。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声音好听也是福报啊。那么这尊佛呢，以这样的最圣音，就说明他的音声超出了法界一切众生了，最为圣妙了，又最被辩才，最具智慧了，是一切的菩萨啦声闻不能及的。蓝居佛，这个居啊，居从表面的意思来说是池塘的意思。池塘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说池塘是怎么形成的，湖泊是怎么形成的啊？就是水慢慢的积累嘛，积累雨水啦，或者其他的未必流入的水积累，积累多了，多了以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大池塘，变成了大湖。那么这个池塘，这个水，如果说我们想象它悬在我们头顶，那非常高。那有一天这个水很啊，这个量很大，有一天如果说这个池塘它的水破掉怎么办？那我们整个人不就冲走了吗？那么所以这尊佛这个立啊，他立名的这个角度就非常的独特。蓝居，这是用一种善巧的比喻，说我们凡夫众生啊，我们这个烦恼啊，累积多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池塘，压在我们的心里，顶在我们的头上。那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止息烦恼要从维系处，要从当下做起啊，不能放纵我们的烦恼。放纵以后呢，每次随顺我们的习气啊，越做越多，越做越多，最后这个池塘越来越大。当它这个容纳不了的时候呢，我们就毁掉了。那么蓝居佛就说明，这尊佛他具有了金刚不坏之体，具有了圆满的智慧，断尽一切的惑业，一切的烦恼都不会冲荡到他。那蓝居难以障碍他，难以破坏他，难以阻止他。阻止他什么呢？阻止他智慧放光明，阻止他能够度尽一切众生，度化一切众生。那这个是蓝居佛。日生佛啊，这个从表面上的意思啊就能看得出来了，以比喻立名。太阳升起，黑暗的相处了。那么佛出现这个世间，为这个世间一切众生做明灯、做指引了，我们内心的黑暗就消除了，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明确了。所以以此来比喻啊，日升，太阳刚刚升起啊，你看早上我们现在6点多到7点的时候，刚刚升起的时候，那时候那种由暗啊，到渐渐的一点一点的，一直到大光明。从最黑暗的时候到一下最光明的时候，那日升就说明以这样的比喻啊，比喻佛的智慧啊，佛的善巧可以破除我们内心的无明暗明。好，网明佛啊，这也是个比喻。网是比喻什么呢？教网。什么教网呢？各种各样的教法，各种各样的法门，就像网一样，设这么多的教法、教网、法门，要干嘛呢？来捞众生呐、来捞我们呐、就是不管你什么样的众生、什么样的根基，佛都有相应的法门
在那边为我们准备好了。那么只要我们找到我们适应的法门，适应的网眼进去了，就明了。明是什么？找到光明。那通过教网，通过不同的教法，契入我们自信的光明，这个叫网明佛。所以这是北方的五宗佛代表啊，如是恒河沙数诸佛。那么以此五佛做代表，也在他们的刹土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成誓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也。那都在称扬赞叹释迦世尊所说这部《阿弥陀经》，所说极乐世界这一切的真实不虚，也在劝勉他们座下弟子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快速成佛。好，这个是北方佛。好，这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门佛、明光佛、达摩佛、法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誓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这里是说，释迦世尊站在我们娑婆世界的立场做出发点，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以下啊，你看我们这个是佛教的宇宙观了。两千多年前佛说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星球以下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在说法度化众生。那我们地球以下下方世界，那么这些有以代表是以六宗佛作为下方世界的代表啊。第一种狮子佛啊，这个狮子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拉印这个狮子啊，这个写成这个狮啊，在古代这个狮和这个狮子的狮啊是通用的。为什么这尊佛按理叫狮子呢？啊，这是告诉我们，第一啊，这尊佛他的说法威猛，能够破除一切邪见，啊，就像狮子啊、翼吼啊，百兽潜踪。第二个呢，是代表这尊佛他能够在三界啊、在六道、在九法界自由自在的出入。就像狮子想去哪里就想就去哪里，那它有这样的威力。那么第二个是明门佛啊，明门就是说这尊佛他的名声啊普闻于十方啊，让听到的众生能够种得众善根，生欢喜，能够现界悟入佛子之见。明光佛啊，我们一看光就知道，又是代表智慧啊，它是以智慧为名啊，为立名啊，就说它的智慧光明能够以着它的名门啊，听到的众生呢啊，听到这尊佛的名号呢，它的光明已经契入心田，就像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呢，阿弥陀佛的光明已经进入我们的心田一样。那么它以这种光明来照耀利益众生。达摩佛啊，我们一看达摩祖师来了啊，不是的，达摩达玛法，法是什么呢？法是规则的意思啊，规则在我们世界来说就是法则、法律啊，就像交通规则。如果说我们照这个规则去做呢，这个社会是有秩序的；如果说是不照这个规则去做呢，这个社会会乱掉。啊，就像你在公路上车如果乱开的话，不仅危害自己，也伤害他人。啊，所以要守规则，这是世间。那么在佛法里边呢，释迦世尊告诉了我们教法
那么这尊佛呢，达摩佛，就他是强调通过佛法的修学，他所告知的修学的渠道，不管是通途的渠道还是特别的渠道，只要弟子们一直去修学，肯定能够得到解脱，肯定能够出离，能够成佛，这个是达摩佛。持法佛，那么咱们法床佛，法床佛和前面这个义理是一样的法床是建立正法的床相啊。树立法床就能够破邪显正他邪法、邪教、邪言行、邪知见他都立不住脚正知见才能推行，那就说明这尊佛是以说法来度化众生。那么持法佛是持法，持是持守的意思或者是善持的意思，就是他拥有大小偏圆一切的法。那么众生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都有相应的法去对治，最终呢都能够让他们得到解脱就说明这尊佛度化众生是强调是应机说法了，让每一个众生呢都能得到解脱的大利益。这是下方世界的六尊佛这个下方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地下的，是我们地球以下的星球，所以这个我们就是你想到我们这个地球是悬在空中的，我们以下还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了。那么这些下方世界的诸佛呢，也都是在他的国土无量无边诸佛以这六佛做代表，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也在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承载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释迦世尊所说这部阿弥陀经是真实不虚的，所说极乐世界这一切事理因果现象是真实不虚的，也在劝勉他座下的弟子发愿求生极乐国土，快速成佛。好，我们再来看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苏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尖佛、杂色宝花延伸佛、梭罗树王佛、宝华德佛、戒一切欲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好，说完这个下方世界以后呢，就开始说上方世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小的文字里面偶一到是谈到我们这个下方世界了。下方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是佛所述说的，在经典里边华严里边或者是大罗汉经谈到这些地球的形成和我们今天最尖端的这些射电望远镜观测到的是一模一样最初是一个旋转的风笼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现在观测到的旋转，最后是把一些物质凝结起来，慢慢的形成一个星星出现水，然后出现陆地，出现陆地以后呢，地上就有众生了坚硬。那么这个地球这个地球或者像其他的星球能够居住众生的，那么它这个地下呢含有水含有水龙，水龙下面呢就是水龙，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水的水一层水在下面一层水在下面当然这个体量是非常巨大的。下面呢还有坚硬的经书
金融啊，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非常坚硬的金属，就像我们这个地球地核一样啊，重量质量非常大。那么金融呢，它下面又有分农啊，这个旋转速度非常快的这分。那么风和金融摩擦会起火，火龙啊，就是由于层次火，就像这个地壳里边会发热，这种各种岩浆一样。这是佛所述说的啊，一个星球的基本构造。那么在这个外围下面呢，星球我们这个星球下面又是风能啊，地球周围啊，我们知道有大气层，大气层外面呢，那个地球为什么能够悬在空中？悬在空中它又不是静止的，我们要知道，地球是围着太阳在转的。那么我们这个地球又有其他的八颗卫星是围着地球在跑的，月亮也是围着地球在转的，然后整个太阳呢又是太阳系里面又在转的，整个太阳系呢又是围着整个猎户星座在转的，那大致整个银河系它都在运动了，速度非常快。我们谈这个地球，我们坐着不动啊，坐地日行80000里，地球一天的运转速度40000公里，我们能感觉到吗？但这么快的速度，它各自有各自的轨道啊，轨则法则了，它不会乱撞啊。所以有些科学家也会，出一些奇妙的点子，说这个地球这些以及围绕地球转的啦，围绕太阳转的，包括这个太阳也在飞速快啊，快速在转。那么有时候一不小心，这个球被甩出去怎么办？啊，只要一甩出去，不都乱掉了，撞到其他的星球了？但是这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这么有规则的围绕着互相彼此在转啊，那么这一组星球呢，又围绕一个大星球在转，这个群体像银河系已知的2000多亿颗恒星呢，它也在围绕一个大的宇宙在转。什么样的力量？这远远不是一点点什么万有引力啊，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摄持的。所以佛在谈啊，这叫分龙啊，用一个分字啊，其实这个翻译也很难翻译。到底什么分？万有引力的分，还是我们业力的分？那这个是啊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是2000多年前佛用他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这么转的了。我们地球以下啊，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现在上方也是如此呢。所以上方世界也有六欲天啦，啊，也有欲界、色界到无色界啦。那么下方世界也有色界，也有无色界啊，也有欲界啦，啊，一样的。那无量叫穷穷无尽了。那么这里先举这个梵音佛啊，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啊，就说明这尊佛以说法的音声立名，以说法的音声让众生得到解脱啊，清净音梵音。素王佛啊，素是心素的意思啊，我们的华人的这种宇宙观里面谈啊，这个谈到天启观里面啊，有28心素。那每一个星宿呢都有不同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宿王啊就是星宿中王。星宿中王我们得想象啊，什么星宿中王？月亮或者是太阳啊，众星拱月，或者是北极星啊，你看其他星啊是围绕着北极星在转，那他们也有一组星球。那么这个是也是以比喻来立名的佛，就说这尊佛啊，就像心宿之王一样啊。那么其他的三乘圣众啊，都是围绕着他。他能够以清净的佛法、清净的智慧啊，能够解脱众生的热恼。这是宿王佛，相上佛啊，相中最上啊。佛证得五分法身呐，所以他五分法身都是发香的。
那么它的相呢，是普胸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一切的二乘，一切的菩萨，他们所发之相都无法达到这样的佛的相的气息啊，所以这个是相中最上，其他圣众不能相及，叫相上。相光佛啊，相也能辟邪了啊，所以相能够灭秽恶。灭秽恶就说明这尊佛他的诸恶都除尽了，自身的恶都除尽了，也能帮助众生，指导众生除自身的恶了，除我们众生自身的恶了。光明能破暗了，所以有智慧的意思。那么恶都破尽了，当然光明就现前了嘛。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也谈到说，我们忆佛念佛现前道理，毕竟见佛啊，取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如染香人生有香气啊，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们念佛，我们是以佛的佛光，以佛的佛香来庄严我们这个凡夫肉身的。我们念佛，我们也会发香，我们也会发光。那么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尊佛香光佛是从念佛而成佛。那么下面是焰尖佛大焰尖佛啊，这个焰尖佛大焰尖佛啊，这已经是第三次出现了啊，这个就是同名的佛啊，同名的佛，这个在这里这一次出现。好，我们再来看后面，杂色宝华延伸佛啊，这个杂色宝华啊，就看得出来这尊佛是以他的音形来立名，他在音中啊广修六度万行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行持啊，就比喻像各种各样色彩的花一样。那么他最终成佛以后呢，他各种各样的行持就像花一样来庄严他的法身，来助显他的法身啊，杂色宝华来庄严法身，那就说明他度众生的方法也就很多了。梭罗树王佛啊，梭罗是坚固的意思。梭罗树王是这种树啊，它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高大，远远超出了一切树木，那并且呢是常年永不凋零。那么从以此来比喻什么呢？比喻佛的法身呢、坚不可摧，高超其他的九法界之上啊，所以叫梭罗树王佛啊，以比喻立名。宝华德佛，那么前面是宝华延伸佛啊，这个主要是以因行立名。这个宝华德佛呢，是从果德立名。前面的华呢是谈因，这里的华呢是谈果啊。你看佛法它不是死板的，不是固定的。那么宝华德呢，就说明这尊佛他的万德非常的庄严，又非常的贵重华美啊。那他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看到名贵的花一样，庄严无比。那么众生借着心生欢喜，那生欢喜就容易了，世界喜谈嘛，啊，他才会生善，才会破恶，才会弃入第一地了。好，见一切义佛啊，见一切义，这个从表面意思容易理解，啊，就是说这尊佛他的无眼具足，他的智慧圆融，世间。出世间一切法的四理因果，一切的义理啊，他都悉知悉见。
那是出世间圆融的。那这样的话，度生啊无啊度生无尽啊，不可思议。那么最后一个如须弥山佛啊，这个我们看也是以譬喻立名啊，又是须弥山啊，高出众山之上，说明这尊佛他的功德之高啊，超出九界之中啊，所以呢，他以此啊让众生生敬仰心啊，生喜悦心，能够利益度化众生。那么上方世界呢？这些无量无数恒河沙数诸佛也在他的佛刹土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也在以诚实之言，以恳切之言啊，对他座下的众生说：你们要相信释迦世尊所说的这部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不念经是真实的。释迦世尊所宣说的极乐世界这一切事理因果现象是真实的，也在劝勉他座下的弟子啊，发愿求生极乐国土，到极乐世界快速成佛。好，紧接着这里偶遇大师呢就设了两个问题。那么首先说是诸方必有净土啊，何偏在西方？答：此亦非善问。假是在阿处佛国，汝又以偏东方，辗转戏弄。那么这个先破就说是，既然有这样的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啊，这个释迦世尊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啊？偏偏在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呢？偶遇大师啊，根本就不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不是善问，就是这个是故意刁难的问题了。无意义的言语戏弄嘛，为什么呢？说假如释迦世尊这里赞叹东方的阿处佛啊，你又说释迦世尊你怎么又偏心了，只赞叹东方的阿处佛，还有那么多的佛你不赞叹呢？说你转过来转过去，倒过来倒过去，都是戏弄，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看自古以来啊这种问题都是存在的。那么有些呢问弘扬净土的我们立德祖师啊，或者是近代啊现代当前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只发愿求生西方了，不去药师佛的净土啦，不去阿处佛的净土啦，不去广藏世界啦，还有一些说啊，为什么不去弥勒菩萨的兜率楞严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其实自古以来啊，各宗各派的祖师啊，他们在深入净土以后啊，已经都有答案啊。所以偶遇大师这里呢，他根本就没有回答啊，他说这个是戏弄。都是无意义的语言，无意义的问题啊，不是好问题。那问了个问题啊，但是呢，浪费时间啊，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问：何不遍缘法界？前面说为什么？你偏在西方，这里呢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啊！有这么多的佛，为什么全部都不念？那这个问题呢，偶遇大师非常耐心，回答的非常详细，非常重要。好，我们先看一下偶遇大师的回答。说答有三义：初机义标心故，阿弥本愿圣故，佛欲此土众生偏有缘故。盖佛度生，生受化，其间难易浅深，
于缘，缘之所在，恩德宏深，种种教起，能令欢喜信入，能令触动宿种，能令魔障拦遮，能令起性开发。诸佛本从法身垂迹，故结缘种。若是出世，悉不可思议。宗龙与教臣举扬于海会，倾入于苦海，赐其欲极光，所以万德清晨，穷灵供给。当知佛种从缘起，缘即法界，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一香一花，一声一色，乃至受忏受记，魔紧垂手，十方三世我不变容。故此增上原因，名法界缘起。此正所谓变缘法界者也。前为人便可觉知专求，生为人亦不必舍西方而别求华藏。若谓西方是全，华藏是实，西方小，华藏大者，全度众生遍计勤职，以不达全实一体，大小无性故也。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是从一个极端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那么前面那个问题呢，维大师呢认为浪费时间了，不需要回答，所以呢没有回答。那么这个问题呢，维大师回答了，回答呢是义理是非常的深，是从事相和从理上两个方面来回答。那么问这个十方那么多的净土，为什么不变缘法界？那就是为什么不去念东方佛、念西方佛、念南方佛、念北方佛、念下方、念上方，全部都念到遍？为什么偏念西方佛？那我们看第一个问题是那么多佛为什么偏念西方？现在这里呢，就是为什么只念西方不念其他的佛？这个变缘了，缘是攀缘的意思，就让我们的心攀缘到这里，攀缘到那里。好，我们注句来看弘一大师他的注解。那么何不变缘法界呢？这个弘一大师呢说，有三义，令初级意标心故，阿弥本愿圣故，佛欲此土众生偏有缘故。这个有三义啊，是先从事相上来回答，后面呢是从理上来回答。那么首先谈这个为什么要专注于让我们把我们的心牢牢地攀缘在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攀缘在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上面。那么第一个原因说，这个是对于初级学佛的众生呢，容易标心。那么这个初级呀，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学佛学了个几十年就以为我们不是初级，以为我们根基的熟了。这个初级是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众生而言，我们都是初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人呢，我们这个星球的众生呢，心太容易散乱，容易朝三暮四了，容易不断的寻求新奇啊，寻求新鲜了，心老是安不下来，心住不下来。所以呢，释迦世尊这里安利让我们标心，就我们的心指向西方极乐世界，
专念阿弥陀佛，它完全是针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根性。那如果说他到其他的国土啊，那就有其他的方法了。但对于我们这些根性呢，师宗太清楚了，了如指掌啊。所以呢，让我们把心安住下来，能够专下来啊，这些就是我们净土祖师强调的专夫专有专了，那不要杂不要多，专下来容易定，以一行得三昧，以一行入众行了，得三昧以后我们智慧才能开发了，得三昧以后呢，我们从世上才能契入理体啊，这种境界才能不断提升了，断惑程度才能不断提高了。所以释迦师尊讲了那么多的经典呢，为什么啊？你看三分之一的经论指向都是极乐世界，没有说让你一会儿去这个地方，一会儿去那个地方的。我们本师他自始至终呢，这种言语它是一贯性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不断的劝我们发愿求往生，发愿求往生，不断的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呀，净土法门是我们的唯一解脱之道啊。那所以这一点上面，如果说是我们还相信的，说有其他更能够超出这个法门之位的，能够让我们一生成佛的，那你看看我们这个彻悟大师所说的，即使你现在说的啊，有一个比这个法门还厉害的，还要怎么样的，能让我们当下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等等，说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首肯啊，说我现在已经拿到最好的了，这个法门我已经得到最大的利益了，我已经深信我这一生绝对可以得生，我已经深信我这一生绝对可以解脱我们的生死轮回问题了，我绝对深信我们往生之后是可以成佛了。那如果说我们这种信心建立了，这种信根扎下来以后，其他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啊。所以这是为了利益我们这方众生。第二个是阿弥本愿圣故，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乃至无尽大愿，他就考虑之周详了，真的是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所能够思维到的。那么在弥陀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述说了比较简略，在无量寿经里面你看只谈到一个莲花化身的，就这一样，众生业力千差万别了，众生根基千差万别了，众生的福德智慧千差万别，当莲花这样，到极乐世界莲花开敷以后，一切众生都平等。你想想看，这种设计之妙，谁能想得到？莲花开敷以后，所修法门平等。莲花开敷以后，每个众生生相平等，全部都是佛像了。虽然有些我们看当下还没有得到，当下这个祸业还没有断尽呢，但是福住依旧是可以享受这种三不退的境界了，最终都是一生成佛了。你看这种设计，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它是
紧密相扣，滴水不漏。再考虑到我们这些众生呢、啊，我们要求生这个土，求生那个土啊，眼睛一闭以后，我们出门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了。刚谈到我们说是这个有些求生都说了愿，都说了愿，没有三昧大境啊，修十善业是不够的，因为它是欲界里面，都说陀迁，都说陀迁是有男女的。如果说我们只是发愿求生都说陀迁，我们去，我们根本气没有定的话，我们气入不到内院啊。即使就是你现在有了非常深厚的善业，十善业啊，升到千道有一点定，你到了都说陀迁，有男女千人的身体，非常的美妙啊。一到那个境界里面就出不来了。他的一千，我们四百年，你在那边玩一千，好了，不晓得耽搁下去到什么时间了。所以阿弥陀佛曾有临终结隐愿了，你看，那这种设计，这种当时的思维了，完完全全都是从利益我们的角度来考虑。所以说这种阿弥本愿甚故啊，为什么叫佛中极中啊，光中之王啊，就是因为他在因地修学的时候，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全部都为我们设计好了，只要我们心愿持名，就能够得到一切现成的受用了。那么第三个说，佛与此土众生偏有缘故。释迦世尊在这个世界有八千次的往返，阿弥陀佛难道在这个世界没有八千次的往返吗？大乘大小乘大乘经典里面我们能看到的，释迦世尊多次都是和阿弥陀佛一起啊，以兄弟的身份，以同参道友的身份，或者说是父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度化众生的。所以八千次都是个约束了，无量无数次了。如果说不是阿弥陀佛跟我们结缘，我们想一想，我们对净土法门能升起信心吗？我们能够听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吗？或者说是我们还能不能长时间的甚至净土法门那边熏修吗？我们一些同学今年也整整十年的熏修了，和阿弥陀佛缘深啊，不是一点的缘。而这种缘都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无量劫的修行过程中，可以说我们这个刹土每一滴的尘土里边都有阿弥陀佛的血汗呢。可能和我们做同参道友，可能和我们做家人，可能和我们做同事，甚至我们可能都吃过阿弥陀佛的肉了。我们饥饿的时候，阿弥陀佛变化成这种各种各样其他的形象，牺牲自己利益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跟我们结缘，我们才能够亲闻到阿弥陀佛名号，我们才能够读诵阿弥陀经呢，我们才能够深入学习弥陀要解了。没有阿弥陀经，阿弥陀佛曾经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跟我们，尤其是跟在座的我们，种过这样殊胜的缘呢、啊，我们这一生绝对对于净土法门生不起信心啊！那只是亲闻到了，只是种一个缘因而已。
好，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也以我们学法闻法的功德，回向新加坡及全球，新冠疫情早日消弭，众生离苦得乐，法界众生与净土法门生生信心，法有求生，永不退转。